山 B 摇下牌，今集会寻访名医，直击向中医的避孕问诊过程，仲会有不用自己煲的中药，非常之方便啊！想知道今集内容，就要快啲去片啦！嗨，我而家已经嚟到咗中医嘅诊所啦。咁其实同我以前睇中医咧嗰个印象咧好唔同嘅。咁以前咧睇中医咧就系咧即系有个大夫喺度啦，跟住然后咧就有好多人喺度排排坐咁样啦。咁然后咧就逐个咁样去腾前啊，跟住然后有人煎药啊、执药咁样嘅。咁但系咧嚟到呢度咧，我觉得咧好似一间西医诊所嗰个感觉啊，所以真系好唔同。喂，嗌我，阵间再讲。Seconds later， 喂，好意思你好啊，我想睇下陀 B B 嗰啲啊。陀 B B 系嘛？系啊。从来冇嚟过。冇。你冇做过任何检查？两年前做过，系冇问题嘅。先生都做过检查啊？系啊，冇问题。问一问你个周期，最近一次月经系几时？4号至10号，我迟咗嘅，咁我就以为自己中咗啊，因为我之前系未试过迟嘅，就次次都系早嘅。咁啊，空欢喜咁样咯。十一月嗰次系几号嚟？11月2号。2号系咪？系啦，咁啊，嚟8日嘅。OK。再俾多个月我，10月嗰次咧？10月嗰次啊？应该其实都系差唔多2号嗰啲咯。2号啦，系咪？系。都系嚟拍到。好准噶，因为我嚟 M。都系拍干净系咪？系啦，拍干净。你上一次嚟 M 有冇呢个血块？血块多唔多？唔多，不过有经痛嘅。经痛系边日最痛？第一日，經痛有冇影響啊？有冇影響你當然啦，要 B B 肯定係穩定咗個月經啦，月經喺邊個位啊？大關係咯。嚟 M 個量多唔多？8日，但係其實最多嗰幾日係1至3嘅，之後就少，逐漸少嘅。除咗嚟 M 有肚痛有其他唔舒服，嚟 M 嗰時候？冇。冇咗嘅。但係。即通常是會便秘的嘛，跟住就嚟咗一兩日之後就會，即係就屙得出咯。嚟之前通常會好即乳房會腫嘅，即會好硬嘅，跟住嚟完就冇事咯。平時食飯咪好冇問題咯。冇問題，好大食。怕凍多嘅嘛。怕凍啊，因為最近天氣凍咧，一腳好凍我就瞓唔著咯。手腳涼啲。手腳冰冷。發夢多唔多？呢排有。呢排有发梦，发恶梦。平时肠胃有冇咩唔好？胃胀、胃痛、胃好易肚屙。系变质地定系正常嘅？正常嘅，但系如果肚屙就会冷咯。小便清唔清？小便清。有冇尿频尿急？尿频尿急方面咧，而家系有少少嘅，但系我唔知系即系关唔关事咯。夜尿多唔多？我覺得有喎，一次。嗯，俾佢打個電話。呢個粒像，好，你睇下我的血好唔好？二米糖，你話粒像如何啊？冷靜啲，比較緊張我個人。我就係覺得點解我咁準都咁難咧？即係自問有做運動啦，週期又準啦，但係都好似有啲難度。啲血氣都運行得暢順啦，而家其實係都早睡早起嘅，即係都冇捱夜嘅。身體嚟嘅，你睇你睇你睇，呢個係我同你點啊？探望嘅你咯，我話你咯，即係代表咩啊？相對都係比較正常，好開心啊！正常。今天有少少红点啦，大检查啦，好啊。想要小朋友，咁你就调到你个体质相对啲容易怀孕啦。咁你睇下你个体质会唔会有任何因素令到你难怀孕？譬如有啲人系可能有斜宫啦，有啲人可能有虚寒啊，或者有啲水热啊，或者系会唔会有啲水湿啊、痰湿啊、淤血啊？之類，或者會唔會係正虛啊、氣虛、血少啊、血虛啊呢啲咁嘅因素咯？如果有嘅話，我哋就會調理一下所謂嘅呢個火症虛邪，咁樣養一養個營血，養一養個包公，令到個周期啊、月經啊嗰啲更加正常啲，咁啊更加容易懷孕啲咯。
咁而家我飲食嗰啲有啲咩，即係需要食多啲啊？嗰啲先易啲啊？飲食嚟講，正常飲食一般嚟講就準備華人都好，一般嚟講就太過寒涼、苦寒、生冷嘅都要戒，或者相對食少啲，盡量唔食。係咪真係要食補品嗰啲啊？我哋講呢個補咧係建基於虛嘛，咁當然有虛嘅情況下先會要調補咯。咁有時呢、這個。想要 BB 不是说单纯同你去补就会有 BB 的，睇翻你当时体质不同的情况是做不同的嘢。譬如你现在是已经后期，即是这个是原 M 方型的，那我们可能相对就会调补一下。那有时可能是经前的，或者是这个繁殖期的，或者平时有其他时间的，可能你做紧相对不同的其他嘢，可能每一步都做紧不同的嘢，可能令你容易啲怀孕。A few moments later， 而家咧我就已经睇完中医噶啦，咁啊，因为咧其实中医嗰个位咧，嗰个诊所嘅空间咧系相对比较细啦，咁啊亦都有好多人客喺度啦，咁所以咧我就即系拎完药之后咧就已经急急脚咁样走啦，咁咧但系咧都可以俾大家睇下咧啲药咧其实咧原来系同之前咧即系可能我幻想嗰啲咧要去煲啊执药材嗰啲系好唔同嘅，可以俾大家睇下，咁而家咧我个袋里面咧。啲藥咧都係熱辣辣。好啦，咁咧我就帶曬啲中藥翻屋企啦。咁啊，而家咧我就將咧呢個一其中一包嘅中藥咧就放咗喺一個滾水入面啦。咁就咧大約咧就浸三分鐘嘅啫。咁啊，咁其實咧已經咧係令到裡面嘅中藥咧係熱辣辣噶啦。哇，我已經覺得好熱辣。咁啊，非常之方便啦，真係唔使自己煲中藥喎。咁啊，一個包裝，然後六十佢咁就 OK 啦。咁而家咧我就開始飲啦。咁啊～中藥咧，俾我感覺好苦嘅，唔知呢包 O 唔 OK 咧？咁我倒落個碗度啦。大家睇唔睇到？係啦。咁咧，中醫師就話咧，我一日咧其實要飲兩包嘅。好 ，OK。跟住然後咧，我就放，我就準備乾咗佢啦，好似古人咁樣樣啦。好。乾杯！哇，我今次呢一包嘅中藥咧就係、是、甜甜地嘅喎，即系唔係我想象中咁難飲，所以我對中藥應該唔係咁抗拒咯。不過我覺得我呢啲飲中藥嘅聲好大聲，好似好口渴咁啊嘛，冇曬飲性。好啦，咁啊，希望咧大家咧都避孕成功啦。咁啊，今集咧我咧就讲完啦。咁希望咧下一集嘅三 B 要考牌咧就再同大家见面啦。中意我 YouTube channel 嘅朋友咧，咁咧记得咧 like 同 share 呢条影片啦 ，subscribe 埋我嘅 YouTube channel， 仲要揿埋隔篱嘅钟仔，咁以后一有新片嘅话咧就第一时间通知你啦。仲要记得咧要 follow 翻我嘅 IG 同埋 like 埋我嘅 Facebook。咁我哋下集再见啦，拜拜。